我们先告他妨碍自由，他不让你下车嘛？对，不让我下车嘛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记者。好了，现在第一条，我们先告他妨碍自由，他不让你下车嘛？对，不让我下车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记者来，对啊，就投诉媒体。我问他三遍才让，才把门打开来，我一下。大哥，现在你不要去，先冷静点。我们现在就告那个。